来，专门是给你买的，谢谢我不可。先别那么着急拒绝我的好意啊！我对夏冉冉有成见，对你可没有成见，对你是满满的诚意。嗯，谢谢啊。其实我真的还挺佩服你的。 佩服我什么呀？他们都在说，你能有今天，靠的是林香安，靠的是林菊，但我觉得你不是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？你跟我不一样，所以你不是。你知道你的天敌是什么人吗？你这种人啊，嗯，也对，是我这种人。还有夏冉冉这种人，所有人都看得见，他明明没有你优秀，可他偏偏是你的老板，是你的上司。 而且像我们这种人，可以轻而易举的拿走你的劳动成果，你所有的劳动成果。老天爷有时候就是这么不公平。是啊，有时候投胎也是门技术活。啊，我还佩服你的一点是，你说你都跟冉冉闹得这么不愉快了。 可是你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说过他一句坏话，说坏话我向来只当着别人面说。你的这个脾气我还真是挺喜欢的，苏墨。既然说到这儿了，我也就直言不讳了。我很讨厌夏冉冉，我也不喜欢他搅和南郊的事情。 我还知道你跟他昨天发生了什么。我也知道你今天上午为什么要闹脾气。你知道吗，苏墨？如果他再插手南郊的事儿，今后这种不专业的事情会不断发生，你的工作也会很难进行，这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宏远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。我还清楚一点的是，南郊这个项目对你的意义有多重要。 甚至要比这个项目对我们宏远的意义更重要，对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帮我把夏冉冉踢出局。我这个人吧，你可能不太了解。我最不喜欢的，就是参与派系争斗。可是人在江湖，有很多事情由不得你。那我要就是不答应呢？ 那我就会帮着夏冉冉把你踢出局，所以你不用着急的拒绝我，再好好考虑考虑。